其实今年六月，台湾石斑鱼已经被中国禁止进口，政府和业者也积极拓展内外销。六月中到十一月底，石斑鱼外销美国等地就超过1700公吨，甚至有2000多公斤的石斑鱼首度销往中东的以色列，未来也会朝向欧盟等市场。若是量大，需要稳定供货，可以朝企作发展，让渔民有稳定的收入。产地买鱼货最便宜，民众固定到永安鱼会买石斑鱼。中国全面禁止水产品，但早在今年六月，石斑鱼就先被禁。农委会与业者积极拓展内外销，六月中到十一月底，石斑鱼外销已超过1700公吨。除了美国、日本，还有2000多公斤的石斑鱼卖到以色列，到中东地区试水温。应该是我们的新兴市场，大概是中东哦，阿拉伯国家嘛，那像杜拜消费能力也很强，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做一些加工冻储的包装，然后销到这些国家。看好中东市场消费力强，但因当地也有野生石斑，从台湾外销到中东，冷链成本跟处理费用增加，价格恐怕难具优势。也有去中东参展过，之前我们的样品过去，他们都觉得好吃，但还是在成本上还是要去做一个拿捏。石斑外销以冷冻鱼片为主，部分业者对中东市场持观望态度，毕竟日本市场较近，熟悉度高，因此倾向主攻销日。目前已签订3公吨合约，陆续出货3次，续约的可能性也相当高。我们连石斑鱼都推动到握寿司，可以在日本四大寿司业藏寿司内的通路，甚至呢这个加工品等等。中国两度禁渔令让屏东县连续受冲击，县府强调自立自强，透过分散市场将危机化为转机。记者王庭、陈显坤高雄屏东报道。